就等我哋喺呢个10月助燃起行，一齐支持 Pink October 慈善义卖活动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十月是国际乳癌关注月呢？唔同嘅机构咧都希望透过呢一个温柔嘅粉红色咧嚟唤醒大家对乳癌嘅关注。今年十月，我哋 Dash Me Beauty 都参与咗香港遗传性乳癌家族资料库嘅粉红十月慈善义卖活动。由而家开始至到十月尾，只要大家到 Dash Me Beauty.com 购买任何嘅产品，我哋都会将收益嘅5% 捐出。亦意味住大家在 shopping 的同时有份参与粉红十月，一起出一分力。咁亦都趁呢个机会咧，等我同大家介绍下香港遗传性乳癌家族资料库。佢哋主要咧系支援遗传性乳癌嘅高危病人，为低收入人士同埋佢哋嘅家庭提供辅导同埋基因测试等等，而提升公众对乳癌嘅关注咧，都系佢哋其中一个使命嚟噶。今年除了我哋 Dash Me Beauty 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都有份支持乳癌关注月嘅慈善义卖噶。只要大家帮衬去买参与商户的指定商品咧，当中的部分收益咧就会拨捐俾佢哋去支援遗传性嘅癌症病人嘅。而呢个活动嘅资料同埋相关详情咧，我都会放翻喺 info box 度俾大家参考嘅。如果你都中意扮靓，同时会关心自己嘅健康，又会爱己及人嘅，就等我哋喺呢一个十月助燃起行，支持 Pink October 粉红十月慈善义卖活动 ，Shop with Love。